撤电的时候自己撞了上去，哇，摇得可厉害。都是我们吃的可以吃。嗯。没有反应，没有充电，没有录影。嗯。电源是另外一边。嗯，卡片呢？没插进去吗？然后忘了插回去。你给我看。没有了。里面呢？对啊，好像有卡片呢。你先让我看吧。好像有些好像是出来的状态。我看到了，插进去。怎么讲？好啊，那就没事了。刚 哔哔哔 是因为他觉得没有，马上就关了。好。前面小朋友，但是学 ski 应该没有什么。有人这种要知道很有耐心。对啊，教普通班还可以，教小孩子那太可怜了。但是很多都是小孩子啊。应该说小孩子生意可能比较好。爸爸把小孩子就教的特别好。小朋友都会很喜欢老师。
来的感觉吗？没有，我有哎。因为你头倒到山上。
那个 Gamma 是黄色跟紫色混合。我看到拉姆是橘色的人的衣服是黄灰色。どこか
ダイレクトで来れるの？そういうあの飛行機があるの？航空便が、いや、飛行機、フライト、いや、we have flight、いや、台北から、台北から、台北中東線、はい、あ、ダイレクトで、はい、あ、そう、はい、あ、そうな、でも私たちは東京住んでいる、東京。私東京、あ、東京、はい、東京住んでいる、あ、東京成田、羽田から、あ、羽田から、そうです、あ、そうだね、あ、そうだね、東京、新宿、新宿、はい、どこからです、私はここら辺の近くに住んでるんだけど、あ、近く、うん、泊まる、フラノ、泊まる、フラノ、ノート新徳っていう町があって、新徳タウン、新徳タウン、新徳、新徳、新徳町、新徳町、新風景がほら、うん、徳、漢字はこれ？漢字は新ってニューっていう、新しい、徳、徳はゲット、あ、徳、あ、徳、新徳、新、あ、徳、新徳町、新徳町、これは一番近いスキー場です。もっとね、あのサホロスキー場なんかもっと近いの、サホロ、近いんだけど、私このシーズン券買っちゃって、シーズン券、安いですね、安いね。ここのシーズンスティック35,000円。私たちもシーズン券、シーズン券チケット買いました。お、ハムレズイ、ハムレズイステイ、実は4日でも静かに買っちゃったの。でも 2月、来年2月の時また来る、また来ても、だってシーズン限定ワンシーズンだよ、うん、オンリーワンシーズンだけど、でも来年の、ああ、はい、来年の2月、同じシーズン、また来ます。 This season でcome here again、 はい、いや、あ、そう、はい、でもこのチケットでフラノ、あ、でも使う、オッケー、安いチケットもらえます、買います、買います、おや、あ、そう、あのね、台湾に高い山があるでしょ、で、だ、マウンテン玉っていうの、玉、王みたいで、玉、だってハイエスマウンテン、イン台湾、マウンテンジェイド、玉、同じ感じ、玉、はい、玉と同じ、玉、これね、玉、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ない、ない、どれくらいいるの日本には、新宿にハーベンデイズ、全国旅行支援であれば、そんな高くない。そんな高くない。
一人ずつは6000円だけ。あ、ディスカウント？いや。もうフォーリンピープル。ワクチン打った3回目。あ、ワクチン。あ、はい、全国旅行支援。全国旅行支援。あ、なるほど。使う？あ？使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全国旅行支援。あ、旅行支援。お得、ぜひ。3000円のクーポンもらえますね。あ、そう。ぜひぜひ。被走得很快。我忘了他第一句是来问什么，他第一句问你，就是来投案我，投案我几次啊？哦，他想了解。对啊。问的哟，你来几次啊？啊，不在啦。不在。他，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相遇的。就约休息时间就好了，之后就可以在一起了。约休息时间哦、喔。那、欸、现在几点？10:40。那11点吃饭呢、啊？就这样啊。那再滑个两次。对啊，我们可能可以滑两次、嗯，滑陡的好不好？好啊，再滑两次。那你不造成影响吗？还好，你的脚会这样咚一咚一咚一这样，然后你就继续吧。继续指导。往右边。
但是我还没有休息啊。你要说上去再回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就看啊。我打嗝都是那个48分，他传送了别的。我打嗝都是那个花椰菜那个青酱。对，我只看他手打，不知道上去再看啊。上去，赶快上去，坚持一点就是他可以。上课的啊，缆车开很慢啊，对，没事就停一下。然后我也知道，反正就唱到，然后就哦算了，我就下去。我想要坐在那个坡等你们，然后坐坐也没人，然后里面很冷。而且我们刚好看到一个人像你哦，我会派他去追哦，追半天好像不是你，然后那个人就进去了，说他回去尿尿了吧？我发现有一个女生好像也是穿橘色，但是她后面有一只。不是，后来我觉得好像是男的。可是他也是橘的跟紫的暗色，然后远远看就说好像是他本来还在拉我嘛，这里他都拉我，然后说你赶快去追，赶快去追了，然后不见了。那要再滑一次还是两次？那要再滑一次还是两次？有我只能一次，因为我尿尿了。哦，一次，他就只能一次。哦，那滑走了吗？滑走的，好，滑走的，好啊。比较近，是在札幌的东边有一个叫札幌。他说他离札幌比较近，但他跑来这边。那应该是在接近左边，那叫什么？代广吗？代广更东边呢、欸。那左边那个叫什么？左边叫什么？旭川啊？不不不，我们预报他会写什么？张小木。不是。我只知道吃的。啊，时尚。也不是。那个气张。不是啦，高速公路一直说某个道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彰管城。彰管对，彰管在西边一点，就是那个雪场。哦。哦，早上雪真不错哦。还好还好。啊，好急吼吼急吼！早餐我就在那边被他一直念，因为他说，因为那餐厅是八点开，嗯，他
就说七点五十，然后他又说不行，七点四十五就要下楼要去排队，因为八点开，不是是怕排队。然后就一到了现场，我还在大排队，然后他就一直念，从几上我都忍着，因为我就是要吃。然后居然还一人拆一张，说那你去别的地方吃，我要吃这个。他还叫我呛说，你就自己做那个，我跟赖明回去我。你来的时候啊，那个雪道是有压过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没有压，就很松，超爽的。我就跟你说，它根本就没有压。我没有滑过那种皮的，你真的有滑吗？没滑，因为平时每次都很多小朋友那边，我觉得我会不是他们死就我死。我知道抖的没压。少会有个边边，会有一条是有压痕迹，那个完全就没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压。因为我觉得它雪下没有下很多，所以它不想压吧。没有，它要压出那个线条才能很好滑。但是它是没压。但是 snowboard 我不觉得太好滑，我觉得它没压。你还敢讲？之前你在跟我们白马，我们滑到第一道，你也说哇好好滑哦什么的，都忘记摔啊。没有摔好吗？我白马的时候比较厉害嘛，我现在已经退到初学者了。不会啊，你不是八方上去吐瓶，那个一开始滑那个面条雪，滑得高兴的要命。我已经忘记了嘞、欸。对啊，还敢讲？我已经忘记了，现在那个脑力不是很好。你没有觉得我早上都不讲话吗？你一直念，一直念，有啦，他一定有感觉啦。只是这是他抒发的方式，他还是一直念，这是他抒发的方式啊。就跟你讲，但是我跟你讲，那真的很好吃，他那个好了，一直烧是现煎的。啊，你怎么不包一个月？而且我今天早上吃那个饭团哦，里面都干了，然后把那个肉歪歪就要丢掉，我不想吃。对啊，一定很难吃，除非你去微波的、啊，不然都没救。可是后来那个就吃你这个蛋糕，然后后来蛋糕还可以吗？可是后来我胃就痛了。吃蛋糕有关系吗？我觉得就甜的，然后又奶茶，好像胃真的糟。酸度上升。对，你应该喝，那你喝芝麻糊会好一点。我没有喝芝麻，我就先喝一点玉米汤，然后就把我的那个谷物倒进去，就哦，我家玉米汤好喝。你现在说说看，你还要在我再拿一点玉米汤给你？好啊，好，那我剩下的都。你现在说说看，现在肚子饱饱的状况下，你中午想选吃什么？嗯，好像吃不下咖喱，那我吃个叉烧饭就好了。还是叉烧饭哦，叉烧饭。他本来想要吃咖喱，你下午就想要吃饼干咖喱，我觉得那个好吃。饼干咖喱，饼干咖喱的啊，那什么？他就说慢跟咖喱，他就提醒我说、哦，你现在中午吃咖喱，晚上要吃咖喱，还是晚上吃别的？晚上还有什么可以选？汤咖喱啦，还有什么可以选啊？汤咖喱啊，就不知道。那另外一个，我家路过那贵贵的是 steakhouse 啊，那 steak 你又不能吃，哦不要。对啊，我觉得汤咖喱，喜欢的话就汤咖喱、啊。中午吃别的，那我就叉烧饭一碗、啊。那我也叉烧饭啊。哈，这样你们一下子又饿了。不会，因为我们早上吃太饱，所以现在才会想这样选。哦，我早上吃没喝饱，所以我可以。可是我想吃他的乌龙面那一家。哦，乌龙面不好吃，我吃过了，而且很少。你吃他什么东西？就是乌龙面。的什么？就乌龙面，清淡乌龙面就这样。淡乌龙面吧、嗯，你可能可以点那种什么？对啊。那个炸炸。我今天一定要吃到鲷鱼烧哦。好啦。一定要，那你中午吃好吗？没有，如果他没卖的话，他下午会卖光。如果他没卖的话，我就吃红肉的、啊。哦，好，我是说你要吃趁早，中午就拿去买。那下午两点的话就被他买，就卖光了。你觉得一楼比较冷，还是二楼比较冷？所以这一趟没有比较冷，就滑倒的去吃饭，吃饭啊。你 OK 哦？还是我多滑一趟，你们先吃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多滑一趟。我跟你啊。啊，好啊。你们两个可以去啊。那你提早 OK 吗？可以，我先去尿尿。你再等一下。你先尿尿，再稍微等一下，我帮你点。可以的，很快的，我知道你很快。我来，你帮我点饭吗？你的分证用光了。用光啊。反正一起记账啊。不用啊，你也可以先买。对啊，那就是欠多少付多少的意思啊。好。对啊。好。哎，你觉得我昨天给你的，你觉得你有没有看？我给你的，我觉得六万多。有。多我想说，只有这个吗？我还点，我也在想，因为昨天就在推拿、滚球，还有龙角散、洗那个防晒，然后露露你后跟前对对就好了。和利他命、啊、枕头一颗，对，枕头一颗又加了运费350。枕头一颗，两颗，一颗，两颗是我自己，第二
啦。我又想尿尿，又饿了。你饿了？因为你早餐吃比较少。啊对啊，我们太饱了。我们光是那个煎蛋卷就。而且我为了他，我想说要帮他拿，我拿四个，这不可能带走。好啦，下次谁好意思？谁好意思？好意思什么？带走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很好意思啊。他很急的来收盘子，然后盯着我们，他说被发现。我好饿哦，干。那我去买他一个饭团，你吃掉或者餐点？对。一直想要买饭团啊，一样会干掉。你干嘛啦？我因为你已经卡住我们的台，我们都没讲话，你说干嘛？我停了，两个人盯着你，卡在我的板子上，两个人靠住。Sorry， 那个是什么？屁屁。白屁屁，我白屁屁，那个、啊，你是那种羽绒外套可以，好厉害哦！哪里有羽绒外套？羽绒啊，看起来穿哪里有羽绒？那个灰色，那两个黑的跟灰的感觉像羽绒、哦，那个是羽绒。你不觉得像羽绒？理论上可行，理论上可行。没有、啊，白熊，白熊，这肯定是台湾人，台湾人喜欢乌龟跟熊，没有，一个喜欢厚厚的东西，就 DIP。对。台湾才有的。哎、欸，好像有蓝天呢、欸啊。有蓝天呢、欸，你要帮我拍一张吗？好，先来。那我去那边。去啊！你快一点啊！顶不了，还要吗？没了。他也要拍啊，帮我给他拍一张啊。他有办法固定吗？你要在这里哦。你在这里哦。你有办法固定吗？有。你做不到。滚下来，求你了。完全不行，现在要拍张，没有啊，我已经说了，我要是你们的，对啊，我要怎么逃跑呢？帮你录动作吗？这个坡可以吗？现在先不用嘛，吃完饭再弄就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走吧。继续啊！
但是实际上弯弯才弯，我觉得我超弯，我已经都假了。没有，还不够。那我们今天是拍那个，你也要帮我拍哦。嗯，都是直的往下。拍抖得到，而且那个抖得到好像没有急忽急忽缓，所以可以拍很长。啊，这一次滑我就看好位置，看一下。那你先跟我拍一次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天气好，先拍。好，现在冷到哦，还是我先帮你拍。不用。
用不用，因为我怕冷啊，我怕我到会冷，手没有办法顶住。嗯，好，都可以的。还算，还是你先帮我拿一下。好，那就抖的。抖的，然后我直的向下是。嗯，抖的话哈，你到那个变宽的那个松雪区等着，然后我会让河流注意那边停下来。那很短。河流注意，我会看一下，如果那个变宽松雪区到河流注意以下没有一个挡住视线的坡度的话，我就可以再往下一点点。是我要滑松雪区是？哪边都可以啊，只是那边当出发点。嗯，好像可以远一点，因为通常有河流的地方会变滑。所以是波是这样子，这看得到的状况，而不是这样子，我看不到你的状况，所以我应该可以河流注意往下一点点，往下就会被那个缓河挡住，就看不到了。不是啊，我在缓的地方拍，你在陡的地方开始滑，我一定拍得到你。如果我在陡的地方拍，你在缓的地方开始滑，我就会看不到。那我先出发去等。上面窄的区段没办法拍，很啾咚，都是拖滑的，拖滑的吗？但是他刚的那个叉的那一下，到底是他快做不会做，还是怎样？没开啦，应该没开吧。嗯，可是有那么盖那么厚吗？之前不是已经被那个推雪车变得都是草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那个，我觉得风好像有把这些雪，把那个车子的痕迹吹平一点，好像没有那么的昨天那么粗的感觉，还是因为现在太阳不够大，看不出来，其实已经不重了。那里还有个缆车吗？不对，那个就是平台了。下，上面是平台还是那个才是平台？那个是龙之背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雪道是龙之背，然后更高的缆车。所以龙之背是用脚走上去的？不，龙之背是步兵拱走了走出来，那要稍微步兵平台旁边没？对，所以真的是用走上去的。然后更高的缆车我们一次都没坐过，因为它没开。下次来我们就可以去了。我觉得要先滑龙之背，滑过以后再去坐高的缆车。现在看龙之背，我根本觉得还好。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这个，它两个斜度好像三十几。对啊，看起来很斜呢。看起来，我觉得龙之背还好呢。龙之背好像它的斜度没有很大，但是它开头比较窄。对，只是心理因素。而且好像龙之背有压雪。
有两个很慢慢在我前面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有障碍，我就很好烦。其实离他们蛮远的，你要走好边边了。因为他们很烦啊，他们会绕来我前面，然后很慢很慢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难。好了，心理压力。其实这一段还可以啊，这一段很。你要我录吗？要不要？我再帮你录。很丑哎、欸。对啊。我不懂，但是你可以做大弯。你要？我们要大弯，我要往下冲啊。你要冲的。我会到那边，那边往上去一点，然后我回头发，你可以一路到棒棒之后冲上去。
你打什么嗝？好嗝。对啊，是什么味道？没味道。我是很浓的。我想到玉子烧。我很浓的清酱味，受不了。是吗？让你关。